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，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，开满了青春的花朵，我在高声唱，你在轻声歌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，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，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歌曲的沙漠。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，朱大哥好。这个囡仔三岁的时阵比我较惊着，对，三岁。讲到这个哈，各位妈妈可能拢无了解，今天来也是要来跟朱大哥讨公道。哦，抢赌哦，我上爱这种诶。对，抢嘞。你的意思是要来报冤仇？唔敢讲报冤仇啦，但是爱来甲代志讲好清楚。巧合明了。哦，啊！你即马就做男主角尔，讲迄落话，恁老母含我嘛唔敢讲这，恁老母就是灰哥哥的，恁拢唔知影吼，袂记哩啊！三十多年前，恁老母邓庆，甲李登才两个人有无，拄好演一对，搞唱歌佮搞演戏。嘿，啊！迄阵即个拄好他生才两三岁，啊！因老母要上台表演。妈妈，我不让你走，妈妈，你们不要不要不要我了，因为大家唔知道，就是那个时候吼，卡扎舞会歌厅有无？就是像蓝宝石啊，什么什么太阳城有没有那个在歌厅表演？那因为我妈妈也是在表演的，嗯，啊，因为我要单亲嘛，所以我妈妈去表演一点，朝我去后台嘛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我还很小，所以我妈妈要上台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哭。我说：“妈，这样开始哭，这样，然后就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，这样。”啊，结果那时候朱大哥，我是不晓得那时候朱大哥是谁啊，但我那个脸跟造型印象非常的深刻。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在哭，嘿，他就走过来，滚！对，就讲，因为不能讲嘛。我无教你啦，有啦，我无啦，有啦，我印象做青梅吼，我做噩梦做过来讲呢，我等于我阿妈耍水草，我去收惊，我足惊我的囝互欺负，所以我对别人的囝拢足好。啊，无你先啊，啊，是因老母拜托我，拜托你甲教，嘿，两哥啊，迄囡啊，你甲小花甲迄落一个，嘿，惊一个，我唔只会当去你表演，啊，我就讲站好，妈妈要赚钱呢。你哭什么？不可以哭，眼泪擦掉。然后就对，然后就去跳舞。哎，去跳舞，你讲有，你讲眼泪擦掉。眼泪擦掉，我来一直坐这里坐好。妈妈去赚钱很辛苦，赚下来你才有饭吃，知道吗？啊，然后就搞安尼，安尼，啊，怎么安尼嘞？怎么甩得起？因老母表演了落来呢。好，佮伊讲你有鬼拍着安尼，敢袂输恁爸？足委屈嘞！唔知是沙灰灰顶安尼个土啊，啥物货安尼？安尼就对了。有一点爱好，哎，拜托个，哎，唔是朱大哥，跟老母讲，我不去后台了。对，我会碰到脏话叔叔。不要对啊，脏话怪叔叔，不要看到我这样。你现在的意思是三十里年前我对你这样，所以你就要下定决心当艺人。当歌星就是要报仇，是不是？啊！哇，这个你现在去问你妈妈回哥哥，是他绝对不会谈到我一句不好的话。我知我知，我妈妈一点儿公朱大哥很照顾他。对你阿哥，你照顾他是我妈妈很感谢你。阿哥，你搞我没事，咱两个代志。这条
这条硬要翘了对啦，今嘛是爱伊给你下跪哈。不啦不啦，开玩笑啦，开玩笑，就是其实朱大哥是真的很照顾晚辈跟后辈啦，因为那个时候年纪也很小。啊，其实人家要工作啊，我在那边闹啊，其实是我在那边闹着哭了。我为什么会照顾这个晚辈跟后辈？嗯，因为我的手气也背。好啦好啦，来就好了。谢谢谢谢。唱一段你的专辑的歌，什么歌？这条歌是一个词神林夕帮我写的歌。哦，林夕，哎，这两名。对，这是一个。假神林夕啊。不是啊，不是林夕，先林夕再假神啊。林夕下出来，不是啦，林夕啊。哦，林夕，林夕。姓林呐。哎，姓林，哎，对啦，你讲林夕。哎，伊是安怎死？伊还袂死啦，我还袂死哦，还袂死，还袂死。哦，林夕，哎，林夕，林夕，帮我写的歌是一首，诶，足深情的崩溃的歌安尼啦。哦，林夕就是专门在当裁判那一个。啊，有，对对对，林夕，林夕，对对对，王菲。林夕，你还没有死哈，对不起哈。林夕给你写什么歌？要了我的命，要了我的命。对，来，泡泡欢迎姐啊，来，谢谢。你想要我的眼泪，我不能不给，只是超越了伤悲，泪腺都枯萎。你想要了我的命，我怎么能给，成为你累赘，我不配。